有点掌握到那个技巧了，有点掌握到技巧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六。然后我们路过这里呢，发现这里有条小溪，里面挺多马口的。我们今天打一下路亚，碰碰运气，看看能不能搞上来。有口，没中，中了，哎呦，好大好肥啊！喂，跑了。我是路亚新手，其实我也不怎么会玩，就是我也不知道是到底是往下游打还是往上游打比较好，反正我之前中鱼的都是往上游打的。往上游打的话也中过，但是说不多。我感觉吧，往上游打的话，那个饵它是逆流而上的，可能没那么好。如果说往上游打的话，它是顺流而下，这样比较容易中鱼饵。如果实在不行的话，我们等一下就绕过去到下游去往上面打，再打一杆，看看，小心哦，表哥，等一下勾到你鱼皮了。往下游打都没口，中过，中石头了。鱼是很多，这里就是串上串下都看得到，而且都是很大一条的马口，而且是那种非常漂亮的，那个翅膀是金黄色的。但是就是搞不起来，鱼没钓上，发现那个水萝卜，挖一下看看有没有货。没货，咬很小一个。这盒，偷出来看看有没有。哎。这个也没有啊，这里挖到一个，不过现在好像都老了。网上面也有人挖这个，他们叫水晶萝卜，晶莹剔透，小时候的零食。不要抓鱼，差不多。同样的再跑了啊，先放到里面再摘。好，这个马口有点不错，两个手指那么粗啊？两个手指那么粗？没有吧，一个手指那么粗吧？放里面去。好，继续。哎呀，小心一点啊。哎呀，这条也不小哦，表。这条漂亮，拍得到吗？拍到。可以吧？这条。可以，不错。嗯，不错。哎呀，这个有两指那么大了。哎呀，这马口爽，这个漂亮啊。哟呼，你看，又来口，这爽啊！这小一点啊。也不小了，其实。马口就是这么大的。又中一条，
不错不错。有点掌握到那个技巧了，哎，这回掌握技巧了，中不能松了啊，松了就跑了，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哦，这里漂亮，漂亮不？漂亮不？头看一下，头啊。嗯、这头也漂亮，哎，这头漂亮，来他跑了更漂亮。走走走走走，哇，这里好像挺沉的。哎呀，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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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又跑了。哎哎哎，走走走走走走。哎呀，这里资源真好啊，资源真好。阿彪、嗯，你一开张就吃炒粉啊？对啊，松手、啊、松手就是这样子啊。剪线回家，打龟。阿彪，阿彪不耐烦了，拿剪刀过来，阿彪。冲啊！啊？冲啊！我看你刚刚那样子，好像很不耐烦的样子。啊，总的来说呢，今天在这里呢玩撸雅玩得挺开心的，挺嗨的啊。资源真的是很好，但是我们是新手啊。不过呢，今天的成绩也不错了啊，跑了好多条表啊。对。是不是？这里又差不多有接近一斤了吗？嗯。哦，这个鱼等一下我们放流啊。嗯。好，那咱们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了啊，非常感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个视频再见。